有地方神坛带着神像关圣帝君和天上圣母三妈来到拥有360多年历史的鹿耳门天后宫进香，但是走到一半就被拦下，因为他们在来之前发布了这一张海报。 大大四个字写着合婚大喜，文横圣地和天上关圣母合婚大典，会乡地点就在天后宫，让庙方和信徒都很难接受。这是伫恁庙主办，不是台湾天后宫主办。是恁的海报写得出来，但误会足大啦，误会足大啦。公公要和妈祖结婚，鹿耳门天后宫的庙方得知对方来进香，竟然是这个主题，连忙澄清，和鹿。 我们天后宫完全无关。以目前啦，啊，全台湾省嘛无啦，嘛无这回事了，对啦。文宣海报，阮完全无清楚之下，造成阮足大的困扰，从早暝到阵，我规暝还袂困。所以吼，阮是无这个有这个。 想法啊，扛这礼物的，当来阻挡，然后这声明说袂当乌白来，吼，竟然哦，阮安尼做代表阮有这有这清洗过，哎，鹿耳门天后宫来奉一个抱歉嘛，吼，恁哦造成这麻烦啊，啊，毋是这个，实际上毋是故意啦。地方神坛说接到了神明指示，才会有这一次的合婚活动。抓流量一定就是比较大尾的，就是被蹭、被吃豆腐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合婚引起了庙方的困扰，地方神坛也在现场道歉，引发了不少信众反弹，恐怕这也让地方神坛意想不到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晨凤台南报道。